分钟在前站到华清湾公司啊。你如果翻我就冇见到咯。冇啊，我呢个翻我就冇同到见到咯。系啊，咁冇冇，即系你啱啱抄完就冇。系啊，冇呢个车。但系月租嗰啲你睇唔睇到噶？月租有啊嘛，就系全部都系月租咯。呢个全部抄月租。但系出咗嚟你又抄唔到噶啦。系啊，系咯。系咯。喺节目系咁，可能就呢啲拉拢咯。话你同跟远车入闸啊？冇啊。但是他拍了房我有時候間唔中可能不是而已，會不會是人怪錯了你啊？不知道，總之你說被人很亂弄，我不知道，即是人呢就好，我有他都拍裡面又不得，拍出面又不得，拍自己位又說被人投訴，我都是因為他是浮動位來的。你是月租的？不，我真的不是很意思。你是月租還是什麼來的？月租的，我不回答了這些。咁樣咧，因為咧就嗰、那個雜花咧，咁其實係屬於雙層管理嘅。咁如果你哋話雜花嗰個管理上係有需要要問嘅，可能咧就要問翻雙層嗰邊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問我哋房屋處嘅意見咧，因為我哋就好坦白講啦，咁我哋咧就。肯穿咧，我哋就唔回應記者嘅提問嘅。如果你哋係需要問咧，就問我哋新聞組咯。嗰、那個閉路電視咧，就應該喺商場佢哋自己嗰個卡卡嗰度錄影到嘅。係、嗯，咁我哋有需要咧，我哋都會去或者睇研究下佢哋嗰個。不過我哋都要得佢同意，我哋先可以睇到。